么燃灯点蜡烛，这个很重要。人死以后，他在整个入到阴间或者在阴间走路生活的时候，或者是将来做了这个幽精守尸鬼以后，他需要光明。需要光明怎么来的？是不是照样是一个此世界把它有形的东西化成无的东西，化成能量以后，在那个地方它在需要的时候它转换过来。所以我们死后整个49天的投胎过程中需要长明灯啊，有条件的要给自己的亲人用油灯点一盏长明灯。老师，我们有用电灯，电灯不好用啊，电灯它变成热能了，它不能转到阴间去。那你烧，你点蜡烛是因为把那个蜡烧掉了啊，你点油灯是把那个油烧掉了，烧掉它转成那个世界的油，转成那个世界的蜡了，这个管用啊。点电灯那么没有发电厂，它不能转换啊，说没有用。所以是重视这个古代传承的，要用这种幽冥的光，不要用这种炙热的光啊，炙热的光对他们是有伤害的。这是燃灯